替你去相亲，我一定尽我的专业替你一次搞砸。我自细汉到大汉哦，不是冤家相拍，就是去飙车，天生就是大姐头啦。我能完全放心吗？我完全就是太郎在家，哇靠！这是什么相亲呢？你不叫我小孩，我你讲叫。尊重护理师，第一遍伊后边软硬搭着我的线，搁敢讲阮爸爸妈妈要干着点来搞性质歹笑，我今日做一个跟你死，你我今日你啊啊啊！老公啊，回去，快点啦！是的，我一定会搞性质歹带你回去，喂，是的，最后，搁是被所有护理师专搁所有护理师最憎的所有护理师，跟因讲。你先讲啊！讲你无礼貌，你无礼貌讲。全世界护理师，你先讲，我不应该无礼貌。哎，记诶，护理就是用来服务病人诶，毋是凊彩啥物人拢在行入来。就算病是恁家开诶，嘛是同款。同款话，莫甲我讲第二遍啦。记着，你再看我甲你算，我即马要上放假，要算等我倒来再甲算。啊，毋通莫过来病医算。你若是搁敢叫了病医，我绝对来帮你耍。我替你去相亲，我一定尽我的专业替你一次搞砸。我自细汉到大汉哦，不是冤家相拍，就是去飙车，天生就是大姐头啦。我能完全放心吗？我完全就是太郎在家，哇靠！这是什么相亲呢？你不叫我小孩。我你两个代志，跟我无关的，请你马上离开。阿拉伯，张家长，你无来，我只炮中上。我是来看账吗？尤其我卡在这话，喂，张家良，咱伫正去世的时阵，方云云甲咱偷翕相片啊，而且伊甲相片传到肯记啊。你讲什么？你伫倒位啦？我去甲肯记的手机啊收过来，内底相片一定要删掉，啊，若无咱两个去了了。好，我知啊，我伫附近，我去处理。我只手机啊，所以我无看你的情绪。了解，该搭车小酒厂来停车场，我载你过去。我请你来关门，你等我。我都有电话你啊，张家良，恁两个已经无联络交叉，你找我创啥？旷野欢迎，应该是要被看到相片，伊也唔知道我来遮的目的。我来遮找你，当然是有代志啊。我应该无代志要跟你吵，真歹势。小弟我该处理公司，既然你无想到做你约时间，那呢，我无应该我去应付你，请你离开。哎，你是挑工来甲刁难嘛？你明知我甲你的助理关小军有冤仇，伊哪有可能和我甲你见面？你两个代志跟我无关的，请你马上离开。阿拉伯，张家长，你无来，我只炮中上。张家长，到底是从啥？那呢，你就袂当用你的手机啊，卡电脑保全赶出去啊！你向早来找我，一来就动手跑啊！搞我手机摔歹去，搁我信用卡吞了巴肚来，你讲是因为你惊我，甲你赶走？
张家良，代志应该无遐简单对无？代志就是遮尔简单。